王晴，严家门与天机门同宗同源，你竟然要赶尽杀绝。师兄，交出机械心吧。机械心如若到了你这种人手中，只会徒增杀戮，我是死也不会交给你。冥顽不灵，你只怕杀光鲁门之人，你也永远得不到机械心。有吗？有啊，这些模型都是由本神将手工一比一打造，严选梨花木，防水耐湿，今日情囊相授，只需要20文钱就可以得到这世间独一无二的无敌小转盘。扬帆远航，铸就梦想，只需10文钱。纯机械制造，动能无限，木质机器人，5文钱。还有吗？果然是行家。看来我得使出我的杀手锏了。你家的阳春面还有吗？没了。有品位，疼疼疼疼疼疼！整天不务正业，拿这玩意骗小孩是吗？连糊口的生意都要凉了，知道吗？救助！不能让！烂泥扶不上墙！你这是扼杀我的梦！苍天哪，天妒英才呀！师姐，岩甲门四处悬赏，在寻找机械仙的下落。
交出机械心。全路上共苦大家，九叔，九叔，哎，九叔干什么呢？哎，别干什么呢？没用啊，要他干嘛呀？你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术？一旦有了动能，他就能变成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。好，真的，这钻头当真不错。收拾一下，活来了。九叔，你看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咱们收手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机会进严甲门，以后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。打个井至于吗？我不想打井，我要去找一样东西。一旦找到这个东西，咱们的下辈子。下下辈子就着落了。小子，只要打了这口井，你我的下顿饭、下下顿饭以及下下下顿饭也都有着落了。干活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今日我天下第一大帮万人帮在此成立，我黄蓉，我郭靖，不久同年同日同日生，不久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婶，二叔，兄弟，兄弟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寻找机械心，进严甲门。陆家村又来了，可来了，可来了！我们陆家村的山高路远，辛苦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我们不过爬了两座山，过了三条河，区区百里路，不打紧。哎呦呦呦呦！这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来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全村人呐，这下可有盼头了。哎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村长，哎，咱们村就这么点人，打井是不是有点浪费？不浪费。三池，三池，没事没事吧？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们的，哎呀，你有病啊你！算了算了，你刚刚差点撞到木马旁边的小孩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哎哎，三池，算了，这女子叫洛儿，我们村的，从小脾气就古怪，没人敢惹。村长，你告诉我她住哪，我现在就找她理论。刚刚那一脚不过是试探她的功夫。非差一个顾左一指，我跟他算什么呀？从今天开始，任何进村的陌生人都要提防。是。这么偏的地儿，买个药都得走几十里路啊！臭小子，你趁我不在！把这些破东西又鼓捣出来了，九叔，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我舍不得啊。
我说你小子是魔怔了是吗？这些东西是能吃能喝还是能遮风挡雨啊？这些东西能让我进严甲门？放屁！那严甲门臭名昭著，你想进去杀人还是放火呀？啊！我今儿把话撂这儿，想进严甲门，除非我死了。九叔，别叫我，我没你这个叔，你没我这个证，滚！别再回来了，你不是走了几十里山路了吗？我帮你去找水源。滚蛋！占据泉眼位置多年，但是泉水一直源源不断，全靠机械心的动力。现在泉眼干涸，一定是机械心出了问题。大师姐，我感觉最近要出大事。量天尺，精工打造，独家认证，时间仅此一把，靠它。什么事啊？对不住啊！走了，走了，回来呀！哎，九叔，我刚刚已经测出泉眼位置了，为什么不让说？此地诡异，被人以五行八卦调整了风水流向，称之为五行之地。
而且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玄机。再看那几位姑娘行为异常诡异，咱借人之力别得罪高人。高人，我跟你说啊，臭小子，别在那上头打主意，否则出了问题没人救得了你，知道吗？哼，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就是这惹不起那惹不起，这是高人那是高人，哪那么多高人啊。九叔，我要是进了严甲门，
呀。师姐，有人下墓了，机械心装置出现了问题，启动了机关。怎么了这是？昨天好好的，今儿怎么这样了？就是觉得不服。哎呀，那坏了，这要是回去的话，怎么着得百十里路啊。你行行，没事，行，真没事啊？没事，赶紧找泉眼去吧。嗯啊，那好啊。我说你小子，这身残志坚的劲儿用在正道就好了。哟，洛儿姑娘，有事。三十，三十。你干什么呢？大白天的偷看男人洗澡，我问你才是呢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有什么目的？什么什么人？我是你的村长叫来打井的人。还随意？出来，我要验伤。不好吧？出来。行行行，我出来。你快进去。你到底让我出来还是让我进去啊？流氓！我出来了啊！出来了我！你不是想验伤吗？你别出来！你别出来！你不是想验伤吗？看看伤的重不重。我们都等一天了，怎么还不让我们进去？还不让我们进去？结果，结果，不好意思，结果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，我有机械心的下落了。我也有机械心的下落。排队了。大哥，你机械心呢？我的名字叫机械。下一个，在下江南小飞雀，每到半夜三更，铜锣敲响，我三舅老爷的二大妈的远房亲戚的骨坟便会有异响，咚咚咚，像极了心跳声。小人是逃头的，无意间发现都汉末年的秦始皇墓中。我跟我爷爷上坟的时候，下一个。我的机械心是从家门口的河里捞出来的，扔出去。机械心是从菜篮子里找的，木器锅里捞出来的。到底是什么？机械心是我们家老母鸡下下掉下来的，不让别的。下一个，小人久闻您的盛名，一心想进入岩甲门学习演术，我有机械心的下落，在哪儿？机械心就在陆家村一处墓穴之中，由四名高手守护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吃紧，就是太紧张了。那个三池不一定是来偷东西的，他不就是个打井的吗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谁呀，都不会平白无故对一个人好的。你是说大师姐看上那个打井的了？我们墨家人一生都是有着使命的。白虎，你可有什么怨言？没有没有，大师姐。那你为何无端提起三池那个？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大家都不可松懈，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出去巡逻。是。白虎，再多抄十遍家规。大师姐。抄。是。大半夜的，你在我房门外面做什么？说话啊。这什么啊？喂喂，哎，师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你了？眼神都迷离了。书上说男人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去招惹。什么书啊？等我回去给你看，行吧。师傅师傅，你看花。师傅，你看这花多漂亮啊。不要忘了，任何外界的诱惑都能成为你致命的弱点。你是墨家的子孙，你这一生不属于你自己，而是属于墨家。记住你这一生的使命。师姐，师姐，就是三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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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让你看清楚，你不好好看。住手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来此地？看书的。这位姑娘。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我们也就不装。我坦白了，我们是天下第一大炮，交出机械心，你们四个回去给我们当夫人，养你们。秦王，为何如此冲动？看来还真不是三池做的。且说，就是我这是中迷药了，知道谁干的吗？就说三池。哟，洛儿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炖的汤，你喝点吧。啊？啊，九叔，九叔，这个花还给你。你不喜欢花？啊，没有，谢谢你。臭小子，你可以啊！我算知道你为什么中迷药了，啊？哎呀呀呀！我在这儿。哎，那人家洛儿姑娘亲手炖的汤，你好歹喝点啊，辜负人家姑娘一片心啊。一个死老头儿！
人吧，让你找到金星心的下落，就想回家娶个媳妇儿。我不要那钱不就完了吗？干嘛呀？不要杀我。我想我妈了。带回金蟹心，凡拦路者杀无赦。是。可是真高兴啊，你们圆了我们陆家村人多年的一个梦啊。村长您太客气了，如果周围有什么需要打井的，还请您多多宣传啊。应该的。来，学叔，怎么咱们不在这儿多待几天啊？你想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是觉得这儿挺好的呀。是啊，我们这里啊可说得上是人杰地灵，山清水秀，延年益寿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来来，村长。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。大师姐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呀，肯定是少女怀春了。穆家女子禁止被感情所累，她呀，玩什么都没有用。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。
还水。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么久竟不知姑娘是墨家传人。其实我也并非刻意隐瞒，只是师父临终前交代，知道机械心的人越少越好。当年严甲门的庄杰盗取了鲁班的偃术巨龙，助朝廷平息了战乱，得到了奖赏。为了巩固地位，他对陆家嫡系大肆杀戮，侥幸活下来的人逃到了此处，放弃了木匠手艺，只为求得平安呢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被庄琴他们发现了。看来，今后陆家村难以有平静的日子了。庄琴想要得到机械心，首先要过我们墨家门的防守关卡，其次还需要我们墨家门的一把秘钥才可以打开。村长，您放心。只要有我们四个人在，我们一定会遵守墨家对陆家的承诺，誓死守护机械心，誓死守护陆家村。哎呀，多谢姑娘出手相助。三池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啊，没事，洗白了就好。墨家，我本以为九面匠人已死，从此再无人与我作对，没想到啊，墨家竟然还有人未死绝。一灵娃娃，哼，墨家防守术再坚固的城墙也是从内部攻破的，现在正是时候。现在锦囊好了？我好了。酒吃过了？吃了。工钱也付了？付了。走。我还没带够呢。你别告诉我你真喜欢上那丫头了。九叔，现在全村人落了难，咱不能不管吧？管不了，咱们得帮他。怎么帮？陪葬啊？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怎么救？收尸啊。九叔，你老说要维系客户，维系客户，现在这么好的机会。闭嘴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几天干什么呢啊。平时那些小伎俩也就算了，这事关系到整个村子人的命，我劝你别妄为，更别丢了做人的本分。本分？本分能享受荣华富贵吗？从小到大你什么都禁止我做，要不然我至于像现在这样吗？要不是我从小就管着你，你早死了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权贵跟财富，我进了严甲门，我就可以作威作福，我不会看着您跪着求别人。他是人渣，你也是人渣呀。啊，人渣从皮出城墙。好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进严甲门吗？你不是想做偃术师吗？连这么一个简单的偃术装置你都做不好，你还想进严甲门？一事无成的是你，而我就是一个打井的，你连井都打不好还想进严甲门？我告诉你，那些人渣比你强一百倍一万倍，你连人渣都不如，想做偃术师你也配？
人吗？开门啊！有没有人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没钱还讲生病，滚！别死在我家门口！求求您救救这孩子吧！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！我求您了，开门啊！求您了！来人啊！谁来救救这孩子？三尺，门下疏于管教，还望海涵。说吧，你找我来干什么？目前你可知我严甲门正是用人之际呀？你想让我进严甲门？我能帮你做什么？你是聪明人，我想让你做什么你自然知道。我不会帮你的，为了机械心你不惜杀害了那么多人。你可知人的思维是由什么决定的吗？屁股，你坐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上面思考问题。我也不想杀人，这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。在真正实现和平的道路上必须有所牺牲，用一部分人的性命换取世间的和平，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你想得到机械心？没错，只有绝对的统治，绝对的武力，才能实现没有流血没有争斗的和平世界。而我只有得到了机械心才能完成这一切。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想法，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坐到我的位置上，所以千机门墨家这些人才会没命的反抗。我真的不想杀他们，你只要把机械心交到我手上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杀人呢？他们不理解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完全可以阻止这一切。将来，你就是陆家村的英雄。这次严甲门未能得逞，恐怕会派更多的人来。他们已经见过了墨家的防卫术，再次使用未必奏效，恐怕这将会是一场恶战。如果九面匠人还在就好了。九面匠人，哎，他是谁啊？据传他是天机门那一代中的演术天才，继承了鲁家核心机关术。当年江湖上横空出世了一位演术魔头，各大门派合力围剿，结果死伤惨重。到后来是九面匠人出手才制服了这个魔头。他也是天机门的人吗？那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对抗严甲门啊？师姐，师姐，自从天机门被灭门以后，九面匠人就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。我们还是别指望他了，另做打算吧。是。是你，听说你要走了。其实
实有点舍不得。我说，来村子久了，挺舍不得的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。他们都有水喝了，你们是应该离开了。那，你有没有舍不得？我能有什么舍不得的呀？谢谢你上次救我们。传之子，我从出生那刻开始就由不得自己，就像这月亮洒满整个月空，就像这酒壶装满美酒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否愿意，我不过就是守护墨家门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工具都不如，就是酒数吧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已经进入现实了。肩负重任逃不来，直到死去。好，直到遇见你。我虽然你既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为什么又要走？我真的好想，好想去外面的世界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带你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众人听令，立刻践踏陆家村，拿到机械心，凡拦路者杀杀杀。大师姐，出事了。我答应我的事情能兑现吗？陆家村勾结墨家余孽，私藏机械心，意图造反。我严甲门奉朝廷之命围剿叛党，这两下余孽将全部伏法。是。你心二无邪。三师堂主，
我带你去看一出好戏吧。你不能丢下我们了，是他，是他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了他们。他是奸人。
你们一个都不可以离开了。九名匠人，多谢大侠出手相助，敢问大侠尊姓大名？什么大侠？是我。九叔。九叔，原来是你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你可知道当年天机门和严甲门的恩怨？老九，这孩子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掌门，那我将来怎么告诉他家族的事？我不希望他以后介入江湖的厮杀，为了寻仇而死，天机门气数已尽，千万别让他学眼术，好好活着，明白吗？掌门，你便是那个死里逃生的孩子，燕家门便是鲁家灭门的真凶。长老临终前再三嘱咐，叫你终生不得研习眼术，做个普通人便好。不是我不肯帮你，只是我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。前辈，既然姬血心已交于鲁家后人，我墨家门已完成使命，就此告辞。
鬼杀，进来可好啊！我和你做笔交易吧。你还记得九面匠人吗？你只要帮我找到机械心，你只要帮我找到机械心，他在哪儿？他在陆家村陆家后面。救命！ 吃点东西吧。村里人的后事都弄完了，他们决定不走。看来呀，我和大长老都错了。 我们一心想让你远离偃术，像普通人一样过完这辈子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就像你，身体里流着鲁家的血，这辈子都改变不了了。三池啊，你知道吗？九叔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，一心想成为最好的偃术师。当时啊，我也发明了好多的机械。 大长老那会儿整天骂我不务正业，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天机门。等到我意识到卢家偃术真正的精髓，并不在于你能做出多复杂的机械，而是能够将最简单的机械做到极致的时候，一切都完了。我不行，我连请托打不好，我什么都不行。 没事儿，做不好就不做了。皇上那么多儿子，他也不见得个个都是皇上。咱今天就走，以后你跟着九叔继续打井，什么机械心、眼甲门，通通找不着咱。咱以后好好活着。哎呀，这样我鲁老九也算是完成了大长老的嘱托了。 我有梦想，也没人瞧得起我，也不欣赏我，连多看我一眼都不可能，所以我才这么做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用了这种愚蠢的方式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但是我就想。 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
帮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不恨我吗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他有用吗？啊！再说了，这事情啊，也不能光怨你一个人。这个装置啊，这个凳子可以变高变矮，不仅可以坐凳子，还可以坐小桌子。凳子就是用来坐的，你看它加了那么多的工艺，桌子不像桌子，凳子不像凳子的，你说还有意义吗？好好想想，什么是匠人？匠人，匠人，匠人。上，这些年没你，我可清静得很呐。独孤求败的滋味，你怎么可能会了解？确实不了解。你痴迷眼术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改造，害他早夭，如此丧失人性，世间确实找不到对手。我说过，不许听我儿子名讯。Thank you.
这一道光，撕破长夜的帷幔，
的暗藏，你的悲伤是一道光，就连曾经难遮挡，我飞了青山路中央，我今天就梦里走着你的翅膀。要一场说中春秋是末的机关，对镜供书疾风所构想，图云提着连环弩，能失手能走路，情同人会跳舞，他留下剑来飞空传送千古。但是我在想请教他机关书，他却说书是小道士道去问家虎，我算算生死尽然，我算算尽开舍路，这题目实在太难，天下大乱心肠太软太孤独。